那去年呢，《延禧攻略》在岛内热播，成为全岛的第一流量担当。近日有媒体爆出呢，这部剧还纳入了岛内2019年大学学科能力测试的测验。那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？谢谢。我想啊，这个两岸同胞啊，都是中国人啊，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根和魂啊。所以说，近些年来啊，这个大陆的影视优秀影视剧啊，在台湾啊，受到了观众的热捧啊，那么这个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啊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儿啊。那么至于说啊，你讲的这个学测啊，我想啊，他也是在啊追热点吧啊，谢谢。